妈，你住的啥破小区呀、啊？连个停车的地方都没有。妈，不是我挑啊，你说我好不容易来一次，你就给我吃这个？你想吃什么呀？我给你做去啊。我在外面天天都是吃海参鲍鱼的，家里也没有啊。哟，你们两口子也在呀？楼下那辆破自行车是你俩骑来的吧？是的。不是我说，都骑多少年了，也不知道换换，咋的？留着传宗接代呢？你，行了，少说两句吧。今天叫你们来呀、啊，是有件事商量的。我这腿呀、啊，老毛病又犯了，我想为你们借两个钱，去查一下。借钱呀、啊？妈，你也知道，你之前给我的钱呀、啊，我从买车买房了。再说了，我下个月都要五婚了，过几天就要办酒席，我身上也没钱呀。那没什么事，我俩先走了。小蕊呀、啊，老家的房子拆迁了，我想把那个回迁房给领呀。回迁房呀，这个可是大事儿，我觉得你得慎重考虑一下，要不然这样。咱们测试一下他们，你看行吗？嗯，行，听你的。妈，你腿不舒服呀？哦，对了，这里有几万块钱，是我们卖你的钱，你先拿去用。如果不够啊，我们得想办法。你先拿着，等妈一会儿啊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哎，闺女，别光顾着喝呀，妈还有正事跟你说呢。你看，咱们老家呀拆迁了，那个回迁房啊，就给你们了。妈，这个我不能要。妈让你拿着，你就拿着。谢谢妈。